要去倒位啊？俗话讲了好，台语若讲袂认得，就爱好好啊学台语。咱今仔日要来去汤店。汤店。我们今天要去重店。哦，那是要去。讲台语。啊，是要去倒位？诶，汤店。汤。汤店。汤店，你啥？是要去倒位的汤店？来讲一解。是要去倒位的汤店？我要来去台北文主宫边啊一间。老汤店，老汤店，老虫店，我知道。再过来，讲台语啊。再过来，来，这间店叫什么名？哦，对。讲啊。哦，这间店。这间店。叫什么名？叫什么名？这间店叫什么名字？这间店就是台湾最老资格的昆虫店——木森昆虫馆。木生昆虫店，木生昆虫。是的。叶。叶啥？台语他卖的叶啥？木生昆虫，那里面有卖什么？讲台语。啊。来底有卖什么？来底有卖什么？好耍的。好耍的。各位，我相信你们听台语听到已经受不了了。来底有卖什么好耍的？当然，什么拢好耍啊！咱即马就出发，行。好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来收看热血频道，我是热血阿杰黄世杰，特别来宾。还没讲完就弄东西，想上厕所。我想我们现在要到这一家木生昆虫，它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区，在松山，在松江路372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木生昆虫馆它在一个比较巷子里面，一般来说不好找，但是呢跟大家讲说它在行天宫这边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。那我远远就看到我们雨姐很辛苦的在干活。然后木生昆虫它是我们台湾最老字号的一间昆虫店，那我想在这边它是我吸收学习各种昆虫知识一开始的启蒙地。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杂乱，杂乱才是这边的传统，不要忘记了。我们看到好多很漂亮的锹形虫在这边，然后我们阿基都故意不讲话，他假装努力，有没有？拢无睬我，可是还好。我们热血阿杰逛虫店最重要就是不要人家理，我们自己玩自己的最开心。那如果各位有机会来到我们木生昆虫馆的话，你第一件事情走进来，你就会发觉，其实墙壁上面呢带着满满的各种标本框。那我想。玩昆虫做标本，它是一个很基本要学习的技能。那这边有一框特别棒，这一框要跟大家介绍，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洪兴富老师，他一张纸做出来的一只锹形虫，非常漂亮，挂在这边好久了。然后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，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整个脸已经黑到一个极致，我根本就是黑人啊，怎么会那么黑？谢谢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，他特别把我的书拿起来，好，谢谢，可以再放回去了。不要忘了甲虫日记簿，还有未来我的所有书籍可以在台湾很多的虫店买到，所以不要忘记。那当然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标本，木生昆虫可以说是台湾昆虫标本最多的地方，没有的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那边满满的一箱一箱，你看不？极致。我记得我在20年前吧，来帮我们雨姐整理过一次这边，然后整理完一个礼拜，对她觉得太棒了。然后就爆炸了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这边爆炸一定是要传统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各种有趣的昆虫。而且雨姐这战神吧，啊，那一只歪角的呀，太棒了，两只战神放在一起，有一只是歪角的，然后两个还和平共处的吃果冻，怎么会有这么感动呢？有14公分彩虹锹没有了，战神那个没有14公分的，你丢吧，我下面那只比较大，阿克达，不，它是战神，因为它的胸角是尖的，请记好，不要随便去凹它的头角。记好，看昆虫，你不管到哪一间昆虫店，请你习惯一件事情，用眼睛看，尽量少动手，有问题尽量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习惯。有没有听到啊？特别来宾，那个可是 SSR 他有在讲甲虫王者的事情，非常好。然后在这边，其实你也可以请我们阿纪啊代做标本。忙进来那边还肉，我们一定要维持昆虫店的原样。你来到这边才会感受到，原来这就是木生啊，这样就对了。然后。哦，好多幼虫哦，
满满的满满的幼虫。这边的特色就是你只要有空就来，尽量帮我们可爱的阿纪啊鱼大姐整理东西。那这边你要的昆虫针啊、镊子啊，各项装备一应齐全。最重要是，哎、欸，来来，哦，那边你最爱的，赶快去拿过来，挑一根最大网框。不是啊，我不能随便乱碰别人的东西。哦，那是我请你碰的。你看他又在借题发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啦？这个，基本要三节框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在野外，你需要一些采集装备跟工具，尤其像这种我们捞蝴蝶非常方便的三节网框的话呢，来我们木生鱼姐这边，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款式可以让你挑选。那当然，我们这边除了甲虫以外、标本以外，你知道这片书柜，我每次看到就非常的感动。我那时候好多昆虫不懂，就靠这片书柜。虽然说这边的书你还是不要再翻了，有的书已经快要分解了。如果你有任何标本的需求，比如说有需要量的啦，什么叫量？就是你需要，比如说开昆虫营的啦，要需要大量的话，它这边有各种蝴蝶啊、甲虫，你想到想不到的标本都有，来这边买，你可以找到大量。那再来就是没有办法更完美了，我就说你到木生昆虫一定要看到这景象，那就是完美的样貌，就没有错。东西多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竹节虫又出现了。可以从这边开始介绍。有啊，鹿角锹形虫啊。你要再从这边开始介绍。这边的重点就是，你看看过去以后，你就哇塞，不知道从哪边介绍起，这就是最厉害的地方，简直是完美。好了，然后如果你需要养竹节虫的网箱，你都可以请鱼姐帮你待定。我想现在大家玩竹节虫是一个已经非常热门的物种，然后它最前面这个大框到这边。已经进化到用塑胶布包上去了，因为会开冷气。如果不用包塑胶，如果不包塑胶布的话，水汽很快会散掉。那当然，最基础的我们的腐殖土、木屑、果冻、菌瓶、产卵木要求过的。菊姐，这支拿多少支啊？这个欧吉康。哎，不能随便乱碰别人东西啊！各位有看到这一根木产卵木哦，硬脆硬急。特别来宾现在就是学东讲西，我现在快被他气死了。各位可以看到很棒的产木了，而且这个好香的产木，很棒。鱼姐，这木头拿来生鸡冠应该 OK 啊，真嫩哎、欸。不然你也可以买木皮，其实鸡冠用这就可以生了。在野外，如果你有机会找鸡冠的话，通常到这种比较湿的环境，靠溪流旁边的找软一点的木头，你用指甲去压，找到它幼虫机会比较大。现在差不多可以找了，现在几月？影片上去以后大概是八月了，大家就可以找了。我想。这边东西已经多到一个极致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。所以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请各位直接来木生昆虫馆，这边就在台北市文珠宫边呀。文珠宫就是行天宫，然后你坐捷运就能到。刚有讲松江路多少巷？370几巷，372巷，我没有记错。走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木生昆虫馆，然后它是下午2点以后开门，脸又黑了。下午2点以后开门，不要忘记了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挑一个果冻台。我每次看到果冻台，我不买都好难过。对啊，你看。打个电话，有时候不在。对，吕姐说要先打个电话，有时候不在。电话我会在最后，还有地址我会最后再做一个框，所以你们看到后面到最后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这边的电话跟地址，还有营业时间，不要忘了，要记好哦。木生昆虫馆哦，超棒。他随便挑了一个很棒的果冻台，这果冻台超新的。乐霞姐的来换你啦，特别来宾今天无意无意哦。我要到一个也是揣糖，不要那个是我的指南针啦，随身携带指南针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乐霞姐频道，乐霞姐，你要讲什么？乐霞姐，